大家好，2023年1月19号下午，正好跟鸡哥的碗里啊，鸡哥，哎，鸡哥，你这艾滋好了吗？我操，艾滋你大爷！不是什么，那叫艾什么？艾瘤、甲瘤，我也忘了。我操，甲瘤，好吗？我甲瘤，你乙瘤吧？你乙瘤吧？我甲瘤，还行。完了，鸡哥艾特高兴，我推荐了那个年会不能停。哦，去看了，怎么样？特别牛逼！鸡哥今年27了吧？28。二十八了，就是鸡哥28的智商相当于初一的小伙子。这也算是开眼了，但是他都说那个特别牛啊、嗯。你觉得喜欢哪个演员？我那个这演员我脸盲啊，脸盲，操，没辙。啊，对了，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詹鸡哥今天也抽了，我们都这个真好，国药，完了国家可以买卖啊，完了二维码就在这儿啊，就这个。大家可以扫码，淘宝的不上瘾，不含尼古丁啊，什么都不含，焦油、尼古丁都不含。而且呢，跟原来 MAD 的一个味儿，基本上。对。水果十多个口味，我说行，挺牛逼，看着挺爽。这两天开始训练，我到时候发，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练习的小视频，特别有意思。是咱们昨天那个吗？啊，不大，铁人三项。我先给大家啊，先回答一个小问题，回答什么问题啊？就是昨天啊，到今天，有人跟我说东哥，不好意思，擤个鼻涕啊。说东哥，我问你个问题，我说你说，歪嘴啊不喜欢王志安，你呢觉得还行？歪嘴就特生气，跟你呢断交了。你得理解歪嘴，怎么理解呢？就像歪嘴就喜欢雷雷，你说你们断交不断交？完了，我又跟他说。我说哥们儿，有这么一个情况不一样，我讨厌雷雷，因为雷雷把我电话泄露到网上，我挨到了很多骚扰，这是我讨厌的之处。紧接着我就跟他约，完了我们在拳馆，是正规的拳馆，正规的裁判员，我们打了比赛，虽然感觉很 low， 但是我们打了，我也严格按照我们打的规定，裁判喊停，过来停，我就停。所以按照规则，我们比武了，我也解了气了，我也爽了。这就是我打雷雷，我解气，我爽了。那我请问你呀，今儿你对谁有意见？那你怎么了？你不就是坐在那儿叭叭吗？我徐耀东不是坐那儿叭叭的主播，这是我的拳馆，我是打拳的。而且在全中国非常有名，我教课，我不仅教，我到哪儿开见面会，想打我还能打，我能教又能打，而且我睁眼看世界，所以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对雷雷的恨有，但是现场就爆，打了，爽了，神机看了，2017年吧，对，没爽不爽？肯定爽呀！他嘴贱不贱？贱，那肯定贱！我听见了吗？这就是我有仇报了。紧接着，这叫马保国，那是我弄起来的吧？他坏，他胡说八道，我直接去找他，一旦约，最后他报了警。我虽然没打，我现场被警察带走，我爽，因为我说到做到了。这是马保国。紧接着，田野。骂我到我拳馆来说铁牛肘打晕我，什么李和腿抽晕我，约了打了神机，对吗？打成大傻逼了，爽了我、我这辈子我爽了。吕刚我不认识他，突然在网上骂我，巴巴的骂我，完了之后说我这个吧，就一这些话啊、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武术抹黑，胡说八道，小丑，我怎么证明你点穴？他就整天扔飞镖，整天点他的学生。我说都是假的，打！我们去的新疆克拉玛依，我那几秒直接给人打成筛子，我爽了。武士太极第八代传人陈勇，没事嘚吧我，我还是不是那么横的嘚吧，我也不是那么的横的烦。我说可以去约一约，约了。2019年在深圳
荒山上打了，我又爽了。所以所有全世界油管的看我，我徐晓东不是他妈主播，我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搏击教练，我上他妈油管就是为了他妈的说话，就是为了他妈的我睁眼了，我告诉大家不傻，国内都把我封杀了，我就在油管我堂堂正正，我发东西我做，这就是我。至于王志安，王志安他是一个行动非常强的，执行力很强的独立调查媒体记者，他是调查记者，这个时候调查记者他不需要有感情，他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审视问题，所以这又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和不喜欢。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他的独立调查的这个职业精神让人佩服。我是职业是搏击教练，我也佩服很多搏击教练。那么王志安是一个职业调查记者，同行们也会受尊敬他。但是像很多主播们，你们他妈的就是一个坐这儿嘚吧的主播，你们不是什么其他的行动类的东西。我是行动类的教练，他是行动类的记者，你们行动类的嘴基本就在这儿嘚吧。我嘚吧是副业，您是主业吗？所以我在这里回答了某人提的问，说这是王歪嘴说的还是谁说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王歪嘴说的还是谁说的，无所谓。但有人提问你，就像王歪嘴喜欢雷雷一样，你怎么办？我又给你解答了，随便喜欢，爱死他算，因为我打了，我打完雷雷我爽了，我哭了呀，对吧山鸡？对，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品头论足没毛病，但是你看看自己。瑞瑞说的那句话，昨天我那直播丫说的真好。瑞瑞昨天那个电话是很经典的，在你骂别人傻逼的时候，你何尝也不是个傻逼吗？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我不是傻逼，我也从来没有阻止过歪嘴骂王举王志安。我昨天有一个微信的粉丝好友说，徐晓东你这么说王歪嘴，王歪嘴第二天也什么都没说，而且非常的沉默，也没说你还不依不饶，你这个人做人做事不好，我不跟你交友，我把你删了，祝你一切顺利。我当我回复的时候，因为晚上了，他已经删完了，我也很有礼貌把他拉黑了，因为我说过我删的人或删我的人这辈子不要加。那么我在今天这个视频，我感谢这位大姐删了我，而且跟我说一声谢谢，同时我呼吁我这个六个号的微信，希望跟我观点不一致的请大家马上删掉我，都不用跟我说话，不要浪费彼此的资源空间。我首先我只他妈的崇拜和信任真理，我不崇拜王志安，我更不崇拜王歪嘴，我只是王志安大部分的视频我同意，少部分的我反对，比如扶老人，比如这个彩票事件等，我反对。王志安饱受诟病最多的是铁链女事件，没有多少人支持他，我支持他，因为我觉得他看得更加真实。我上个月从丰县来了一老哥，他是徐州人，丰县他经常去，地道的徐州人，跟我这儿上课，是一老板，人是特别好，专门聊了铁链女的事儿。他原来是公安，你们知道吗？他原来是公安，说把所有事分析说王志安这个，他不得不佩服。王志安说的确实是真实发生，确实这种事儿到处都有，而确实这种事儿有些时候是已经超越或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而且王志安至于这个现在的审判，这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真的有理由，而且我也是睁眼看世界，我认为王志安这铁链女士说的对。我昨天我还骂他，我说王志安你丫就是怂，你他妈比我徐晓东还怂，铁链女那么多人骂你，你他妈的就马上就不发表意见了，马上就发表别的视频了，来掩盖你这铁链女的事儿，你真他妈丢人。我徐晓东我他妈的这么多粉丝全没了，好多都铁链女的事儿，但是我严格的凭良心
抓的，懂那种什么机制，叫什么的什么懂，不能是他一个人。真正背后呢，谁给他发了结婚证，谁允许他这么居住的，这么多年谁允许他这么暴力女儿的，那些后台你们抓了吗？没有。我就骂王志安，我说怂，我昨天直播就说嘛，今天王志安把他的那两个节目又重新的连接搁在推特上又发出来，我还转了，我还回复了，我还截图，我也发油管了，我这他妈的王志安，我骂你骂的对，我不知道你是因缘巧合发上去了，还说一听我徐晓东这操也发了，无所谓，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王菊你也是根有鸡巴的男人，就应该做有鸡巴男人的事儿，错了对了无所谓，要他妈去做。所以歪嘴这个不把我当朋友，同样我也不把他当朋友没关系，但不会诋毁，以后也不会恶语相加。我徐晓东视频立此证，今儿几号？19号，小鸡鸡立此证为止啊！我操，做证人，做证人，为此证啊！小鸡鸡作证，好吧？小神仙作证，有不同的观点，我也会发表，但我绝不会恶语相加，因为同样是人。事情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理解。再抽一下，爽！大家这个啊。就直接扫这个码就完了，不要问。这个呢，一次性的能抽三四天的，但是呢量的各种味道特别大，大家买吧也便宜合适，马上就他们出更多的种类，你们听我就行了。大龙虾大家都吃了吧，都看了吧，牛逼吧。完了鸡哥是我这儿他妈的最挑的，操鸭最挑的，妈的鸡哥评价评价咱这酒吧。反正我买了十件。原来鸡哥抽喝的什么酒？说那个，反正比这贵，比这贵肯定是。小糊涂仙。嗯。后来鸡哥觉得我操，东哥这酒不比小糊涂仙次，而且还他妈便宜很多。没错，我不骗他。没错，没毛病吧？没错。就喝这个，所以东哥不丢人。龙虾，鸡哥等着。这两天。好嘞，谢谢东哥。古巴大龙虾，哎，这么老大。通过给拿这么老大，哇，没毛病吧？没毛病。大家也是便宜合适，大年货的这扫码，酒啊、年货、茶叶什么的，还有鞋。东哥这儿的酒，东哥这儿茶叶这些东西，春节送礼特别合适。山鸡也推荐，山鸡是他们我们这儿的富二代，你们也知道。丫说过一句话，光喝他们那个什么酒，那叫威士忌，一年两三万。我就跟他妈说了，我说大姐，我跟你说啊，你儿子一喝好几万的酒，他妈说真的吗？操这小兔崽子，我不给他钱了。后来每月给山鸡又克扣了一些钱，是吧？没有，就没不给了，就不给了。但是我跟大姐也好好说了，不能这样。但山鸡毕竟没有成年，还没过三十而立呀、啊，你知道吗？人家三十啊是孩，人家的孩子立起来，山鸡是三十自己他妈立起来了，你明白吧？所以三十而立，啊，大姐给点钱，对吧？但是山鸡三只而立，但是山鸡说性功能无敌，这点是让我特别可怕。山鸡说了，从晚上11点干到凌晨4点，我算了一下5个小时。后来我们呢就琢磨琢磨，你要是这个绝对受不了，那得死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这样，抽根烟啊，歇一会儿。聊会儿天，好，继续。哎，看场电影，媳妇儿她看电影去了，看电影，或者媳妇儿她看个小电影，看小电影来情绪了。哎，我有个电话，真有要处理，要处理，要不来个电话，过一会儿。哎，王者荣耀，鸡哥我们这儿大神啊，王者老泡小姑娘玩王者，大家可以加微信泡王者。完了就打王者，打到了凌晨4点了。哎，一看时间，我操，还有30秒，开始吧。操，结束，差不多吧，杰哥。滚！哎，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完了，话说回来了，我们的课，东哥、鸡哥，我们上课，踏踏实实的上课。能来看我们上课的，我们上私教的，把所有人都当上帝，不管是男孩女孩。不管是大哥大姐，我们都是基本上算是贵式服务，毛巾啊、洗浴什么都有。
完了之后直播，你还不把后半句话给我咽了？就是人家洗中心的人先洗后什么，我们这儿先练拳，先出汗，练完拳之后再去洗，这说清楚了，再去洗澡什么的。周末孩子班，孩子班呢，我们上课实打实的，全北京城最好的教练，最好的我跟山鸡哥带孩子们练，是3到12岁之间都可以上我们的孩子班的课，分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课。完了，平时还有私教。感谢大家，这是过新年了，我们呢也努力的上课，现在都是淡季，都是淡季，但是我们也努力上课，工作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如果想抽这个戒烟的，这叫雾化，草本雾化，真的值。大家呢可以扫这个淘宝码。如果大家想喝酒，想喝东哥的酒，想喝茶叶，想穿鞋，牛逼的鞋给爸妈的，我爸妈现在在海南的，我给他买的鞋。哎，我见你穿，前两天我还穿了，是吧？确实舒服，我都给鸡哥的鞋都给鸡哥。对，所以大家可以扫码。东哥还是那句话，24年买卖不怎么样，所有全中国都不怎么样。希望大家呢省得花钱，但是呢，在花钱呢就是物有所值，物美价廉。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行动起来，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秋实都开始锻炼身体。任德飞袁老师一蔫货呀，现在都开始锻炼身体了。哎，小东啊，哎，我现在开始锻炼身体了。哎，开始了。任德飞老师的梁老师天天一烟鬼坐在这儿了，也开始了。梁老师，哎，小东啊，我也锻炼身体了，我看看我也招一招女的秘书，哎，我锻炼锻炼身体了啊，都是这样。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大家运动起来。感谢大家。后面这个视频没完，不是什么广告，后面这个视频是我们平时我们自己练还有我们会员练的一个快速的生酮，我所谓的生酮那个酮啊，不是你们吃的，快速的提高身体机能，快速热身起来的一个比普通热身要高级很多的训练方式，我们管它叫铁人三项，30秒内做完一个动作不休息，再做第二个动作，再30秒不休息做第三个动作，一共三项，每项30秒，一共90秒，现在结束。那么第一项呢是暴力的公主抱，这个呢是50公斤的沙人，我们是要是30秒的时间。我总量能40。对，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16公斤的哑铃，我们要强肩，这个强肩是强化肩部，完了我们要保持30秒强化肩部的支撑训练，之后马上30秒就跑杆，这个跑杆非常重要。基本上我们是2.4米、2.5米的间三点距离，三个点，我们是依次去摸杆。那么在30秒内，我们要快速的摸杆，完了达到35以上，达到40以上优秀的标准。这样的话，不管是你的绝对力量，不管你的肌肉的持久力，还有你的肌肉的爆发力，这个铁人三项都有好的训练。而且呢，这个铁人三项大家在自己的拳馆也可以用。我把这个推荐给拳馆的教练们，其实你们不管是带私教还是带一两个小课的会员，你们可以做这个三项铁人三项训练，因为效果非常好。我们曾经国家划艇队的运动员在我这儿练，我当时就觉得这小东这个太好了，国家击剑队的运动员，当然还有国家拳击队的运动员都在我这儿按照我这体系练，我操，他们反响都特别好，都要我来推。关键是两个小学的体育老师一两个中学体育老师就在北港这边吧，就是国际学校，他们学会了说要在这边开展这个大的比赛，叫我就管他起名叫铁人三项。我也是无偿的都给大家把这个训练模式和真正的我们真正练的视频发给大家，给大家看。希望大家就是增强人民体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爱人，差不多吧。啊，这山姐山鸡还是打扮的挺漂亮的。没吧，就是穿的有点多，穿的有点多。对 对，秋裤、毛裤、绒裤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好，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闭门万岁。Thank you.
5、4、3、2、1，4、3、2，开始。
就。